好，欢迎收睇商贸普通话趣谈。阿老师啊，上集就同大家讲咗几个同音字嘅例子，今集再讲多啲好冇啊？嗯，好。其实利用同音字学普通话是个很有效的办法。请看这个字，普通话念什么？不会，拿不准。其实这个字的发音非常容易，大家肯定一早就会了。不信？相信香港没有人不会说再见这个词儿吧？会说再见，就会说这个字。它跟再见的见发音完全一样，怎么样？简单吧？其实，这也是利用已有知识学习普通话，特别是那些普通话和广东话发音差别很大的字，比如 you what 个 what， 普通话念玉，它的同音字其实不少，最常用的有教育的玉、珠宝玉器的玉、淋浴的玉、玉科的玉等等。这样一来 you what 的发音就很简单了，是 you 玉。母亲节送给妈妈的 what 根香呢，是郁金香。说起花啊，那么红奶亨呢，广东话亨的发音也跟普通话相差很远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它跟心脏的心是同音字，你是不是就会觉得简单多了？红奶亨普通话是康乃馨，跟心同音的字有新旧的心、辛苦的心、薪水的心、欣赏的心等。用同音字学普通话，事半功倍。今天我们辛苦了，我们去欣赏电影好吗？好。